大家好，本期我们分享的是刘备各项能力中的两大短板。建安二十年，孙权看到刘备抛开自己独吞了一州，心中非常不爽，因为当年孙权曾邀请刘备共同驱蜀，刘备却说刘璋是他宗兄，也算是抗曹联盟的一部分，大家不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并信誓旦旦地表示。 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逼得孙权罢手，结果他自己一转头，独吞了一周。这就是赤裸裸的政治欺诈了、啊。还好意思说自己不肯失信于天下，实际上却是说一套做一套，哪里有半点政治信用可言？这叫孙刘联盟还如何维系呢？所以孙权就在这年五月份派了诸葛瑾。 去向刘备讨要荆州地盘，以完善东吴的江防体系。刘备却信守一个“托字，说：“吴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刘备还真是不会说话。既然已经失信了孙权一次，这次就应该真诚点哪怕就说我舍不得给呀、啊，咱们再坐下来谈谈其他条件，行不行啊？也比这样一句骗鬼的话要好一点。 果然，孙权听了刘备的话，更加气愤了。你个渣男骗子，上次骗了我一次，这次还想骗我啊？谁知道你啥时候才能拿下凉州？就算拿下凉州，到时候你又说等拿下关中再还荆州，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好了，没啥好说的了，说不通就抢。孙权也很好玩，他也不跟刘备开战，竟直接派了一帮官员去长沙零陵。 贵阳三郡上任，倒是留了武陵郡和南郡给刘备，反正就自作主张把荆州给分了。你们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关羽当然不同意。孙权派来的官儿连衙门口都没摸到，就被关羽踹着屁股给赶走了。孙权大怒，立刻派吕蒙率领两万大军前去攻打三郡。 三郡一时没有准备，很快被吕蒙拿下。零陵太守郝普等人都被吕蒙擒获，只有长沙太守廖力孤身逃到刘备身边。但刘备认为廖力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既往不咎，仍让他担任八郡太守。然后刘备竟然亲自点了五万兵马，从成都沿江而下两千里，来到公安。 并派关羽率兵三万进驻益阳，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孙权在荆州只有鲁肃一万人，吕蒙两万人，而刘备从益州带了五万人，关羽手下也有三万人。真打起来，孙权肯定要吃亏。而就在孙权着急上火，准备从江东再调人马与刘备决一死战的时候， 刘备突然软了，竟派人来向孙权求和。原来刘备听说曹操竟然已拿下了一州的门户汉中，汉中军阀张鲁则已南下逃往巴中，益州危矣。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就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境地。如果他继续与孙权争荆州，则有可能被曹操抄了后路。 就算诸葛亮和赵云保住了蜀中，但巴中遗憾杂处，其中白水蛮与丙君蛮等八夷又多为五斗米教徒，若张鲁鼓动他们断了刘备的后路，刘备就会被两面夹击，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当时蜀中一日数十斤，将手虽斩之而不能安也，更可见当时情势之危急。 所以现在刘备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和孙权讲和。但孙权既已和刘备窘境，那当然是漫天要价；而刘备既已失去谈判的本钱，如今也只能让步妥协，要回一个零陵郡便算了。长沙、贵阳二郡则就此归了孙权，双方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 但湘水实在算不得天险，两国的国界处于一种相当不稳定的状态，很容易擦枪走火，闹出事端，所以双方必须抽调兵力，随时防范对方，属于一种隐形内耗。曹魏仍是坐收了渔翁之利，好不容易解决完这笔烂账，刘备又马不停蹄率领五万大军。 两千里跋涉，再赶回成都。因为曹操拿下汉中后仅一个月，也就是建安二十年九月，巴中七姓夷王蒲胡杜获竟然带领数万骁勇善战的少数民族部众投降了曹操。曹操于是任命蒲胡为巴东太守，杜获为巴西太守。 并将他们全部封为列侯。看来张鲁真准备带着八人一起降曹了。再这样下去，刘备就死定了。建安二十年十一月，刘备率五万大军终于赶回巴郡，然后立刻以黄权为护军，率诸将北上迎张鲁，以共抗曹操。但刚好晚了一步，张鲁已率其部众北上南郑，投降了曹操。 按照魏书的说法，张鲁其实早有投降曹操之意，南逃巴中也只是想坚持一下，表示自己不是败降，这样投降时也比较有筹码。《华阳国志》更说，张鲁在选择降曹还是降刘的时候，还曾勃然道：“宁为曹公做奴，不为刘备上课但我觉得张鲁未必没有考虑过投降刘备。 他这么说，应该是久等刘备不派人来，发现自己只有降曹一条路走了，所以说句狠话来哄曹操开心，并堵住手下意见者的嘴。否则，他为何不早在九月份的时候就率巴中七姓夷王一同降曹？这样岂不是功劳更大吗？ 何必再多等两个月？明显是在犹豫，同时也试探一下曹操的态度。总之，从以上刘备这通令人窒息的瞎操作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备的两大缺点：第一，行事迟疑。曹操常言：“刘备无仇也，但得计少晚。”宋代诗人刘克庄也有诗云：“华容芦底里，一句可无疑。” 叹息刘玄德，平生见事迟。刘备这个人虽然优点很多，比如用人不疑，比如百折不挠，比如宽厚弘毅，但他反应有点慢，小问题做事情总比别人慢半拍。当初赤壁战后，如果刘备早半日在华容道放火，曹操一千人全都得死光。 如今曹操打到汉中，刘备又不知道早点派人去与张鲁及巴中夷王们联络，商谈结盟事宜，结果导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投降曹操。要知道，曹操出征汉中之时，才建安二十年三月，张鲁被打败逃亡巴中，也才七月，可刘备却直到建安二十年十一月才派黄权率诸将迎鲁。 吃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水等的花儿也谢了。难怪张鲁要说：“宁为曹公做奴，不为刘备上课。这么大天下，哪有不失败的？如果现在谁这么追女孩，肯定一辈子打光棍。当然，刘备虽行事迟疑，曹操却失之太急，没掌握好火候，最终还是促成了两家和解。 若曹操等孙刘开战后，再拿下汉中，当不至于发出“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爷之哀叹，或许可以一举成功，让刘备、诸葛亮的梦想提前断送。诸葛亮也不是神仙，在蜀中主力都被刘备调走的情况下，也没法创造啥奇迹。第二，刘备缺少外交敏感性。 或者说外交水平太低，又或者说不注重培养外交人才。刘备集团之中外交人才太少，刘备的外交敏感性太低了。赤壁之战后，孙刘的抗曹联盟形成，在此期间，刘备和诸葛亮数次出访江东，与孙权交好。鲁肃也劝孙权嫁妹子见南郡，一直致力于维系联盟关系。但刘备夺取益州之后，双方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孙权把自己的妹子接回了娘家，孙妹妹还一狠心想把阿斗带走，幸好赵云抢了回来。但事已至此，刘备两口子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这反映出孙刘联盟关系也处于崩溃边缘。在这种时候，孙权派人来讨要荆州，而且不派别人，派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这说明孙权还是希望双方能够坐下来谈的。 所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有什么事儿不能商量呢？然而刘备根本不想商量，一个托字解决问题。说啥等拿下凉州，就会把整个荆州全部给孙权。话说的好听，谁信呢？相比之下，东吴这边，就算双方剑拔弩张，大战已经一触即发，鲁肃还是豪气万千，毅然单刀赴会。 想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不希望联盟破裂，但显然刘备、关羽当时并不想谈判解决问题。总之，到手的江山是一寸也不肯让的。如果不是曹操拿下汉中的消息传来，双方肯定要拼个你死我活。所以说，刘备的大局观还是相当有问题的。孙权派吕蒙夺取荆州三郡的时间。 是在建安二十年五六月份，比曹操出征汉中的时间还晚两三个月。也就是说，曹操大军已经出动两三个月了，刘备还不赶紧联合张鲁共抗曹操，却率领五万大军劳师远征，跑去跟孙权争夺荆州，真是本末倒置，不知所谓。难道刘备认为张鲁能够独自打败曹操，或者是能够拖个一两年之久吗？ 这也太看得起张鲁了。当然，这种可能当然也不是没有，但问题是，刘备干嘛有这么冒险去赌一把？他明明可以派一位重臣去巴丘和鲁肃孙、孙权来个外交谈判就行了。就算谈不拢，等拿下汉中再回头夺三郡也不迟啊。从武陵去往三郡又没啥天险。 吕蒙能轻松夺走，关羽也能轻松夺回来，但可惜刘备都没这么做，而是选择了最笨也最贵的方法，竟直接率领五万大军两千里劳师远征，然后在两千里赶回蜀中。五万大军来回四千里，耗费了多少金银粮草，损耗多少时间士气就不说了。 结果还是丢了长沙、贵阳两郡，这也太傻太亏了吧！事实上，后来连当事人之一的廖丽也觉得刘备此举太烂了。时过境迁，到了十年后，公元二二五年，廖丽仍对此耿耿于怀，甚至向蒋琬抱怨说：“君当远出，听诸人好地其事，昔先帝不许汉中，走与无人争南三郡。” 足以三郡与无人徒劳役立事无一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和深入于巴，几丧益州。廖立可是刘备的亲信，他不到三十岁就当了长沙太守，而且弃职逃跑丢了长沙也没被惩罚，反而被带回益州担任八郡太守。后来刘备称汉中王，只提拔了太傅许靖、尚书令法正。 与四方将军等数人而已，其中竟包括廖力，他被提拔为侍中，也就是皇帝的私人顾问与秘书，这可是与九卿同治级的宠臣近臣。可见廖力实为刘备的嫡系心腹。连他都这么说，其他人就更加有怨气了。卢恩，《三国志集解》也认为廖力有理，此虽愤言。 但当日情势实如此。当然，刘备外交水平差，也与他手下外交人才少有关。本来，刘备早期的谋士简雍、米兰、孙乾等人都是不错的外交人才。另外，诸葛亮也曾亲自前往江东与孙权谈成结盟之事。但到了建安二十年，简雍等人皆已死或年迈不堪用，诸葛亮又是刘备的大管家，根本走不开。 结果刘备的外交人才一时出现断层，关羽更是无理拒绝了孙权世子孙登的求婚，放弃了其女日后有可能成为东吴皇后乃至太后的机会。后来刘备夷陵惨败，才想着重视外交，但手头也没什么现成的人才。一个马良战死沙场，一个废诗被贬蛮荒，一个宗伟无名之辈，一个废医，当时太嫩。 一个丁弘言辞敷衍，一个烟话闪烁其词，后来还是诸葛亮着力培养的邓芝，才总算让两国的关系正常化。